嘿，好了，今天又要继续进行我们的 A 量魔图系列 QQ。好了，上一集呢，我们已经选择了跟那个嘛，跟那个和平了嘛。对，我们选择跟日本和平，好，换取时间，重新的那个准备那个，是台湾的 Rebels，Where are the Rebels？哦，这是，不是，这是人家的。好吧，我不知道他的 rebel 在哪里。啊哦，哎，算了，我们现在就只能维持在我们这一隅土地之上。哎，现在看起来他们有在做一些推进，哎，要是他们再快一点的话，我也许就不投降了。但现在没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投降，我们就先想办法把一些该做的事情给做一做。我也很不想投降，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付钱了。如果再不走下去的话，到时候我们也只是就是出问题而已啊，对啊。但是我倒蛮好奇他哪里有 rebel 的，如果可以碰到，我当然想要打他的 rebels。OK，日本帝国倒是把那个弄得死死的哈，不过 British Raj 已经出现了，所以也应该也很难说他们会输掉什么的。反正我们就先想办法维持 truce，然后 low stability 的这种地方要赶快处理一下，让这里的人民信服我们。说真的，说也奇怪，这些明明也算是我们的人，为什么突然又不信服我们？哦，三回合都只能用这么一点点的词，一点点。哎，我们的经济到底何时才能成长跟起色？这样真的是很难搞哎，对啊，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真的很难处理。没有钱，no cash，国库亏空。哦，我不知道他们还可不可以打下去。他们和平了，哇哩嘞嘞！不过他们是跟 undiscovered 我还没有发现的人和平。他们和平了没有？对啊，还在打。好吧，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对啊，我们现在跟他和平，27回合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强健一下我们的国力，所以我也没空去管他了。啊，先让我们强化一下国力。The nation is in desperate。唉，如果不升级就是 loan 还了。OK，我们应该很快就会有钱了。我们就先处理这些问题。先把人民的意志给提升，upgrade our morale。哎，我也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从日本手上拿回土地的啊，只是没有想象那么多而已。如果不让他们都信服我们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拿到任何土地，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更多的 support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This is what we must do。然后顺便在这期间等待经济的恢复，经济很快就会复苏了。对啊，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钱已经从原本的200多块进步成300多块。嘿，这也是种进步啊。是真的很难处理，我们只能这样子一回合一回合给他选。如果这些人不信服我们，我想我应该也没办法展开更进一步的改革才是，所以我们就赶快处理一下。我不知道日本要不要打过了没，他们跟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打仗了。OK。英国是不是展开入侵了？好像是啊，这是哪一国的舰队？他还让人进驻土地哈？哦，他们输了吗？嗯，好吧，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先处理公共秩序。哦，已经结束了，expire。所以如果我们要打，当然是可以再打。
对吧？但是我们要先处理这些湿气上的问题。The morale of our land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哦，有在起色，有在起色。The unrest will be no more。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个上面，但是我觉得这很值得。Stability 有得到90，这样我们招募的人力应该也会变多。OK，已经到了 New Age，Balkanship，是吧？不过战争好像还没有结束，对吧？日本还好好的，对啊，他们都好好的，对啊，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问题，除了我们自己内部吧，对啊，我们也快处理好就是了。很好，像我们应该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处理的那个事务处理。OK，好，那我们就该强化一下工业，reproduce the people，I mean reproduce the nation's power。The power within a na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growth。我真的很喜欢拿回一些重要的城市，例如南京，对吧？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truce 了，所以我只要准备好，我就可以发动再次发动攻击。但说真的，我们战争打了太久，真的是受损惨重，很多土地都是像这样的残破不堪的，对吧？发展都有极差，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提升。OK，好。这边的经济还不错，对吧？人口有点差，就是。OK，哦，日本选择跟我好，交好是吧？Friendly，Soviet Union 又跟一个不知道是谁打架了。关西，陈宁，他在哪里啊？哦，What the fuck？为什么他跑到这边来？这真的很奇怪。然后 Self Union，他们是不是和平了？我看一下日本。诶，没有啊，他只是跟部分国家和平了吧？不知道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他们还是个 Great Power，所以我们没办法对他做什么。他们的经济都比我们好诶，天哪，他们都有2000多的土地。倒是我们啊，对啊，真的是超惨的。没办法，战争打了很久，我们就只能想办法慢慢的提高，恢复国家的能力。哦，还有 annexation，为什么是 Burma？Austria 居然也占了一块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和平了吗？好像是，然后他现在还是从属，但他被和平了。哇，他的吧啊！云南为什么变成他的 vassal？That is not great，you know。好吧，或许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击溃他吗？但是他是日本的，对，他是日本的伙伴，对，日本的，他承认从属了我的国家，他居然从属我的盟友，哎，真是太糟糕了。但我现在又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啊，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展开攻击的话，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我们只能忍让，再忍耐，寻找适当的时机出击。因为我们现在的资产，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大过谁的。Soviet Union facing rebels，哦，哇哦，想不到他们打成这样，这是谁？United States，哇哦，是不是真的应该趁机攻击了？这不是我的人，哈哈，每次都搞错一下。
Yeah, be ready, man. Maybe we still have a chance to reconquer our land.很好，我们继续招募 more troops, defend the borders. 好，OK，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再推进。对啊，我可以看到美国的部队啊，然后谁？这是美国，这是尼加瓜拉、也门，他们都跑进来了，好吧？哎，我看来我这是我们的机会吧，或许，但是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是该出击啦，但或许我们可以再看看，居然出现 disease，哦，我现在真的很糟，我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处理？这样才可以控制疫病。哎，我们人口锐减，好吧，我今天真的也没办法做些什么。这是什么？英国？我们真的应该开战吧？我在想，伊拉克都进来了，对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推到北部，更北部的地区去。OK，好吧，苏联也拿回了他的东西。OK，哦，对，我们也得防御云南，因为云南可能会展开攻击。OK，好吧，再等等。日本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战争。所以日本现在在跟谁打？没有变少太多。Allies 还是在对付他们，就是。对啊，我可以看得出来，Allies 还在对付他们。哎，真是。我们再看看状况吧。这兵居然不是我的，真的很可惜。OK。我真的很想要出去，但是哇，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一出去我们就会被打败。说到被打败，我们在这边的部队在哪里啊？我到底把它丢到哪边去？哦，在这里。哇哦，居然要走那么远？好吧，没关系，就走呗。我现在没钱。最后是谁？墨西哥！我的天啊，都是些怪咖。他发现什么？哦，Motor 悠悠，哼，YouTube 被发现。这是 United Kingdom，为什么他们要占领这些地方啊？Saudi Arabia 也算占领，都是些怪怪的地方。日本真的推不出去了吗？我很怀疑。对，他们真的是被打得差不多了。好吧，哎，好我们应该是时候夺回我们的地。这有点像是《Hearts of Iron IV》里面的那个声音。好，我们必须要拿下重点的城市。OK，等他们开战，我们就马上进行准备。OK，这是要夺回家园的作战。必须要努力一点。这次我们不能再失误了。Yes。OK，好。
你们都一样，哦，有波兰，还有他们，没关系，来让我们打。入侵，快快快，拿下台北。我们必须要拿回这些地方。Go go go！What？哦，这样行动力不足是不是？哎，我没有跟他开战，好吧，不管了，反正我们就进攻。哦，他们有500多的兵，哇，他们兵怎么还是这么多啊？不会吧，又来了吗？登陆宜兰吧。哎，他们还是好多东西哦，我真的很难应付。好，我知道了。哦，怎么那么刚好啦？哇，连那个他都跟我打了。哦，我们查一下就没有钱，难道就不能跟那个借钱吗？罗马尼亚为什么都有宣战？对啊，为什么都有宣战？我现在到底在跟谁打架？对啊，他们我知道，但罗马尼亚不是伙伴吗？哦，话说，这个也太难成立了吧？应该不可能啊，对吧？唉，怎么那么每次都这样呢？他们好像是好多东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赢诶，对吧？我也没有支援，我跟美国开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跟美国打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跟美国打起来了？我只是路过而已耶。这代表我们完全，他也不是我们的伙伴了，对啊，这真的很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啊我们哦，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啦？好，直接重开档了啦，这个如果不用 save scan 是没办法活下去的。看来我们又回到老路啦，对啊，我们要继续发展。好险我有 save，对吧？好啦，反正接下来我们一样吧，继续成长。哦，刚才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跟美国打起来，说真的，哎，我明明应该要跟他们和平的啊。算了，如果是这种问题的话，那就是美国，对吧？先签好那 Russian Pact，这样他才不会白痴攻击我。他说美国已经开始战斗了哦。
对他们来说，我们居然是不同的势力，哼哼，打了就是一起宣战。真是有够惨，好险好险好险，我们还可以回来，回到这个地步上，你们知道，没有完全损失我们的进度。唉，只是我这样真的有点犹豫要不要跟那个打，或许我们就继续一直发展国家好了，当个窝囊废，有什么办法啊？不当窝囊废能活下去吗？刚才居然还不小心碰到美国的部队，害我们直接被宣战，真的是。要怎样都不太，要我怎么做都不太对。我明就只是想要在海上走一下，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状况而已。毕竟都这个时候了，我还不知道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存在，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对啊，我就只知道这样而已。明明就不该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去欧洲一下而已，就让他们去攻击我，就像我是害虫一样。唉，好了，算了，我们就继续发展。很明显，我们刚才那样子直接开战是完全不能做任何事的，钱太少了。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国家弄到能赚1000块为止，好了，对吧？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也不是很浪费时间的简单，这样。那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哎，那个最近刚刚听说那个《欧陆战争六：1914》是不会改名字的，对，因为开发认为说就是改成叫第一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太惨了，而且最近大陆一些禁令的关系，似乎是不会让创作者做一些。Republic of China 相关的东西，related with the relation with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forbidden. So basically, now my video will be forbidden for China censorship. 反正就是这样啊，对啊。So be it. 我用英文讲，I use English because someone got to hear what I said here. OK，我不知道，因为最近有一些外国观众也加入了嘛。Maybe I should show some professional idea，有没有？好了，that is a joke，you know。反正我的受众还是各位讲中文的伙伴们，讲中文的观众们。或者是这样，OK。好吧，我们到底发现了谁没？没有，我们倒是发现很多周边小国哈。起码这是安全无恙、安然无恙的度过。我不知道日本到底能不能，就是尼加瓜拉的确做得不错，但我刚才打的那场大战真的是让我没什么心情参与新的战斗。我们的财产还是太少了，我们没办法在这种地步上推进。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就是守备，想办法把我们的国力给恢复。我们已经在战争中损失太多太多的国家的有生力量了，对啊，好不容易能得到一个和平，就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赶快处理一些内政的杂物。我们不是之前也都是处理完内政的杂物，跟统一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之后。我们才勉强能跟日本决战的嘛，我们现在不可以去打，不可能去打别人，所以说，对啊，基本上我没有什么选择。But I can only do this and here。对啊，我们刚才那场失败的大战，真的是太让我震惊了，所以要么我们就继续这样子搞，对啊，到我们能赚1000块为止，我们都要继续这样子做。我 economy growth 也设太低了，我猜，所以他们才那么的难涨。起码我们刚才管理人民的部分有跳过，不然那真的很浪费时间。
我觉得主力要升级的区域是这些闽南地区的那个啊，他们很明显有更高的人那个工业值以及人口量，所以如果能先优先处理掉这些地区，优先开发这些地区的话会比较不错。OK，有个好，那我们就加一 Comedy Grove，有点太低了哦，对吧？或许我们该把研发也科研再提升吗？我觉得我们能应付 war economy，就是战争的那个应付战争的经济，真是太少选择了，对吧？对吧？如果是以 Hearts of Iron 的话，有一个叫做战争经济的东西嘛，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吧？不用收太多钱。说回来，用钱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太爽，感觉就很奇怪，就是对吧？好吧，反正不管怎样，这就是现实。OK，我们储存了一次，哼，这是件好事。我现在赚到400块，超级窝囊废的战斗。但是我们的国家饱受摧残，难道我们就应该，我们不该再作战下去？我们应该要让人民休息了。对啊，如果不休息，我也打不仗，打不了仗，我们就永远都失败。We are lost forever, but I won't let happen today. We must regrow as a nation, as a superpower. 只能说这个开局真的蛮 tough 的，不像我们原版的那个游戏一样，可以慢慢的处理一些，慢慢的处理那个我们的问题。哇，他已经跟台湾和平了，哼，墨西哥拿了整个北中国，这是超奇怪的景象。哎，我当然也在想，如果他们拿全部，我会非常难搞，但是有什么办法？对吧？如果结束二战，我还没办法得到，我还没办法得到一点地的话，那真的蛮惨的。但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剩下来的地都是一些烂地，都没办法好好发展。对吧？而且我们一直卡在35名，现在全部也才183个势力而已，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算前段班，只是很后段。对吧？我们非常落后。唉，太落后了，我们得小心，更加的努力解决掉这个问题。这边有最好的经济发展，所以那这里还算我们的幸运。对啊，反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继续，这样子奋力的做事。卖力的工作，呵呵，想办法得到更多的人力。我说发展，这些99的应该都会有，真的，对，有在发展就好。OK，哦，truce expire，我是说那个 expire，那叫什么？not a question pack。说到这个，我们在海岸边发现什么？哺乳，peril。OK，继续前进吧。这边很多小岛都变成怪怪的人占领的地方吼，对吧、啊？大家都可以 colonize，我猜，所以他们才有跑乱跑乱跑的。这是日本，OK。我真的很想要推回去，但是我没办法，我们的国力已经见底了。唉，日本到底什么时候没？哦，韩国已经被拿光光了，所以接下来就哦，这边也有一千了。
很好，有一天是好事，代表发展正常。哦，继续发展，继续发展。啊，今天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过去了。对啊，原本想用参与推进的，结果却不知道为什么跌了个狗吃屎。啊，现在就只能继续这样窝囊的一样。哼，我处理这些小事情。Rebels，他们是 Rebel 吗？Argentina，哦，还蛮有趣的。Bulgaria 也参与战斗。我很好奇他所谓的那个叛军在哪里。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到叛军，我真的没有看到叛军。I don't see any rebels，或许是搞错了，我没有看到日本有叛军，我已经被干掉，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哈 ，OK，哇哦，看到一个 rebels，但是我们就算看到 rebels 又能怎么样？对啊，我们不可能用 rebel，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去 rebels 的地方啊。对啊，我们不可能进去。然后打谁都一样，都是直接跟全国宣战，哎，跟全部的人宣战，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嘛，没有机会推进。哇，我们整理了好久，终于让首都有超过0.1的那个，终于超过0.0级的那个范围了。算是一个可喜可贺吧。福建真的是我们现在最主力的那个重点了、啊。就是谁？关西又找到了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找到土地呢？还是我们也得去找一下？起码这样让我们有东西拿。但哪里还有地？是我们还没有还不知道的。或许我们去非洲，看有没有什么地是我们可以拿的。哦，法国真的很大。我猜苏联应该有，哎，不对，是 Italian state，代表他们有在做事啊。对啊，Yugoslavia，好吧。哎呀，我总觉得他们的状况应该比我好诶，对吧？他们状况比我好。虽然发展很差，但是他们的经济都还可以支撑他们的作战，但我却不行，我已经被打成这副德行了。唉，好啦，我想这就是今天的部分啦。哦，我们刚好像我们可以 save scum 一下，不然我们真的会爆炸，对吧？这样子真的太悲惨了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也不会多好，就是看看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We got nothing but only these men。In our arsenal，这边已经全数都被拿回去了。这个台湾不知道是不是和平了。哦，他自爆了，对吧？他剩下三块地，但我也不可能只跟他打，因为他们没有 broke free 到别的人身上，他们没有从日本那边脱离。然后这家伙现在又是他的从属，他们的国力也强到我没办法直接冲过去跟他们干，对着打。他们人力也很多。啊，基本上我们真的是做什么都不对啊！我们现在只有24,000多人，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数字，你知道？反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Release a vessel，我们也不可能做任何事，知道？不可能 play as a release vessel。然后我可以设定成什么？我可以乱设定这样子，是吧？啊，这没什么屁用，说真的，我给他一个废地也没有用，对啊，这个家伙的 economy 胜过我诶，我只有13,200，他有25,268，真的是超惨的啦，唉，对啊，我们的国力真的是胜不过这些家伙诶，日本他现在有11万，对啊，我们却只有1万，真的是好惨啊，好啦。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想办法突破这个现况。也许我们可以去占领，哎，我很想去占领台湾岛或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些家伙都和平了，然后他现在还在日本的麾下，
所以我如果想要打日本，他就会被打吧，他就得跟着打他，或者是，然后我也没有钱可以送英国，送这个 British Raj 来让叫他们去攻击他们，哎，基本上进退维艰，什么都做不了啊。对啊，所以下一集也许我们还会继续处理城市。老实说，我也正在想，我们要不要干脆就换个剧本了？换，哎，还不如玩一般的版本，我会比较好处理。我知道500订阅计划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没想到我们的状况比我想的还要惨很多。哎，好啦，反正说到这边，大家应该都懂状况，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下部影片见，拜拜。